原标题没能活着走出功德林监狱的五位国军中将都有谁。几年解放战争下来，蒋介石的黄埔些将领损失殆尽，不巧就连有救火队称号的杜聿明也被我军俘虏，包括川军中资历最老的王灵基也同样被抓，像其他的中将少将更是不计其数，被俘虏的黄埔将领都送到功德林监狱改造，表现好的都可以得到释放。像在1959年杜聿明、王耀武、宋希濂等人都得到释放，而第二批释放的人员是在1960年，后续又有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以及全部释放。然而也有五位国军中将未能活着走出功德林监狱，那么这位高级将领是因何原因没能活着离开，让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。第一位是钟斌，他是广东兴宁人，毕业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，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抗战英雄，参加淞沪会战、滇西大反攻等战役，应在抗战中多次立功，蒋介石还奖励青天白日勋章。然而在抗战胜利后，他担任青年军师长，要知道这支部队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担任，可见钟斌在国军中的地位。后来又担任川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，兼国第十四兵团司令官，与宋希濂一起守四川，但是最后在刘邓大军的攻击下，钟斌在涪陵被俘虏，不久后被送到功德林监狱改造。但是由于他身体不是很好，在1950年2月下旬因患急性疟疾去世，终年50岁。第二位是张干，他属于桂系将领，同时也是白崇禧的爱将，而且张干打仗也十分牛叉，主要是因为每次大战在前他都为自己算一卦，因此大家又称他为罗盘将军。不过后来在解放时期，在广西博白被四野大军俘虏后，关押于功德林战犯改造所，可惜他没有等到释放，于1959年因病逝世。展开全文，第三位是汤尧，他算得上是一位奇人，当过黑帮大佬，从军后又官至陆军副总司令官，而且还是蒋介石最后一个兵团司令官，不过最后还是被二野的第四兵团击败，就连自己也被俘虏，因此他也成为我军俘虏职位最高的国军将领。不久后他被送到功德林监狱改造，但可惜的是在1960年因病逝世，没能活着离开功德林监狱。第四位是刘家树，湖南益阳人，毕业于黄埔一期，他在解放时期担任第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官，后在广西平南关被四野俘虏，后被押到抚顺监狱改造，可能是年龄大了，在1972年3月3日在抚顺管理所病逝，没活到释放的一天。第五位是王建国，他是禁军将领，而且还是阎锡山比较器重的将军之一，对老阎也十分忠心，在太原战役中阎锡山让他守太原，自己逃跑了，最后在4月24日我攻入太原，王建国被生擒，但是没过两年他就病逝于监狱，没活到释放的一天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